这场来之不易的比赛，再过几分钟将展开他的帷幕。我也没有想到，就在各地都取消了之后，我们广马还能够如期举行，感觉到很荣幸。因为的话呢，我觉得这体现了政府对我们这些抗疫一线的这一些工作人员的一种关爱。他们知道我有经常也是有跑步，所以就叫上我，我也很开心。我知道那个广马是很难中的，之前在一起像那个战士一样，那么一样战斗。就没想到就是我们就平安安全的又回来，那么开心，要现在要可以一起就奔跑，就要健康的在一起，是吧？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我爱广州，耶、yeah!